那差。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吗？李府，我从严峻的海水中重生。放你。六子，故意放线就完事了。才有分量。更多火药，我很少忘记事情。什么啥卵呢？他会忘记仇恨。将为海洋补充盐分。这有踢的，我直接回吧。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你们肯定没事啊，我有事啊。案就要来临了。老鼠又不见了，这下子。手指填饱他们。Shut down。机会是会眷顾等待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Enemy 正在空中追击。这他喵抓不到呀！憎恨是小孩子。老鼠啊你！你以为我没蓝呢？老子他妈有三个饼干，我怕你。开玩笑而已。好，上路已经乱杀了，你们随意，你们随意。我要一路看回去把药给卖了。今天打的是昨天那个号，现在已经打到了白金二，输了一把。我看一下张九，来100%胜率的。我自己开播的时候捡了一把魁三蹄记的，现在是20胜1负，一把魁三蹄直接裂开来。啊、还好老子技高一筹，他两红的。Fuck！ What the fucking doing？ What the fucking doing？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？ Holy shit！ 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说。有人来了。应该是末日，不是末日就是老鼠，老鼠在中，那就应该是末日。末日也不在，那你小子他妈走位这么狂。预示着我的归来。在炮弹里洗个头吧。你狂什么？没人来你走位这么狂。搞死啊你！给你爆两下，难不难受？老子干他！你这小子狂的不行了！算了，我闪现炸他，他一会能滑小子，没意义。一次转身，我操！
我谢他呀！他们搁这里干坏事，震惊！敌方五个英雄竟然对先锋做出这种事情。我吐了出来，更多不要。又一个，你小子还挺狂。把头上。What the fucking doing？ 手枪还是弯刀？五千够了，我直接回。妈的，我们玩老鼠是吧？给你两刀，不要主动去找人干架，不是，不要主动站在正面去打团，你可以去蹲人。团长是打阵地战比较厉害，你直接正面露头去追人是追不了人，很容易被反开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大的优势，我们切完边路线，我们可以选择去蹲人。这边干起来了，我们就偷偷瞄瞄的摸过来。我的船一起沉没了。又一个。看，这样才对嘛！如果在正面罚站的话，是杀不了人的。蹲下牙子，更多火药，是不赖吗的？我的 fuck， 我的桶都没连起来啊！把残忍带给所有人，装下呀！你怕什么？我也是干。这个是可以偷钱的，偷六十一，看到没有？就稻草人这个也是可以偷钱的。砍下大龙，我把大龙秒了。贴近一点。哎，你别管多少层，砍龙就完事了。贴近一点。无限烈火，刀刀爆。主播脚臭吗？不知道，要不你闻一下。我每一次一脱鞋，就有人在问是谁在吃螺蛳粉。更不会忘记仇恨。但是我又感觉螺蛳粉很香，所以我认为我的脚不臭。去洗脚，技师哭的。辣眼睛是吧？又一个，他的移速有点慢。哎呦！还没暴击呢！哎呀，要炸死老鼠呀！